Hello， 咁多位聽米輕嘅朋友，你好，我係阿芬力達劍啦。咁我而家咧就喺沖繩咧，喺呢一個箭頭山呢個野座呢一個位置咧，有一間新嘅 chapel， 今年2017年咧就開幕。咁當然咧有新嘅教堂，咁我梗係第一時間嚟到現場同大家直擊一下啦。嗱，而家我身處位置咧就係呢個 double door， 咩叫 double door 咧？就係咧呢一對門咧就係當然啲親友朋友入嚟嘅。咁咧而呢一對門咧，陣間咧即係如果平時嗰啲嘅結婚嘅 couple 咧，就會喺呢一對電動門咧就會打開，咁就會見到教堂噶啦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咧，等我拍住呢邊先，就開門咯喎。準備咯喎。哇，係啦，平時咧就正常咧就會有呢個自動門開，咁啊新娘同爹哋咧就可以慢慢咁樣咧就播呢個禮堂啦，接受大家祝福。嗱，呢一個咧尖頂教堂，好多進新人都好中意嘅，尤其是女士啦，係咪先？即夢想中嘅教堂就係呢一隻啦。咁呢一度咧就可以坐成60人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呢一個因為係佢係新嘅教堂，所以咧所有嘅裝修咧都係新速速，好靚嘅。咁因為佢個頂咧係采光度好高嘅，所以咧你無論係邊一個角度咧影相咧。都是很光的，因為有些教堂的頂是石屎，只有前面這塊玻璃有得透光，那裡面就很暗，還有會 背光，那這裡就完全不會的。還有剛才我聽這裡的職員說，上面這些燈呢，那些一粒粒的水晶呢設計啊，無論那些用的材料呢都是來自這個沖繩這裡的。那當然這裡呢就是望到個海啦，呢個係270度望到個海。咁而喺呢個教堂嘅旁邊咧，就係有 banquet 嘅地方，同埋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點樣咧？大家梗係希望喺教堂行完禮就即刻落沙灘影相啦。呢一度咧有條樓梯咧，唔使一分鐘就落到下面個沙灘，而下面個沙灘咧亦都有一個好靚嗰啲嘅有啲沙灘椅啊，有啲嘅台啊凳啊，俾你咧喺度影下相啊，飲杯嘢啊 ，cocktail 咁樣樣嘅，咁所以咧呢一個位置係唔錯嘅。咁啊，總括嚟講咧 ，Genosa 呢一間嘅教堂咧都幾高分。第一因為新啊嘛，第二因為佢好大，影相係好靚。咁大家見到啦，非常之漂亮嘅一間教堂。咁大家如果需要喺沖繩結婚，咁啊呢一間新教堂咧，大家都去考慮一下咯喎。